欢聚一堂，恭迎我们尊敬的上传下席法师莅临保定。这是我们保定佛弟子的一件大幸事。两天来，佛光一直照耀着我们。因为我们昨天呢，前天啊，在山西迎请师父啊来我们保定，在来源的香山寺邀请师父来主持了一个佛教的法会。这个来源一天，今天呢又在义县举行了放生，也参观了我们最著名的景点西陵，大家都看到圆满的彩虹，在两天当中是一直追随着啊我们师父的身影，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啊和师父的心和佛的心是心心相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呢佛法的不可思议啊。以及佛恩的浩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提议啊，我们这个在师父的带领下，大家呢，我们一起共同来唱三宝歌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欢迎会。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去以光明？三界火灾中不见我，随即安宁。就是啊，这个传习法师要来保定的消息啊，我们有一个公司的员工特别的激动。这个公司呢叫保定市航城网络资讯有限公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的员工百分百全部都是传习法师弟子。他的表演的节目呢是感恩的心啊，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班，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多了啊！4年多来，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学习班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和《弟子规》和《论语》和《道德经》一起成长啊。他们中的十位呢，也有幸参加了传习法师去年啊在慧智禅寺举办的首届佛教慧智夏令营啊。下边呢我们鼓掌啊，请小朋友上台为我们尊贵的法师来献花啊。小朋友呢，下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慧智禅寺的啊这次夏令营的这个迎歌。
要读诵大乘经典，要最胜金光啊，金光明经。然后连续两次啊，一起到师父那里去的有一位啊，他的名字也是我们保定的一位很有名的啊一位企业家，他的名字叫霍玉川。好，大家掌声啊，欢迎他。的确这两年跟师父过年在一起，由于今年的这个姻缘没有成熟，所以今年没去，所以我明年发现一定还是要去的。有一种不可思议、不可说的一种感受，希望那个能够大家理解我，谢谢啊。